欢迎收看本期的一百秒聊游戏，我是奈奈酱。这一期给大家带来的是由上海翻糖网络运营的女性向恋爱换装手游夏木的美丽日记。游戏讲述的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你在打酱油的路上莫名其妙的穿越到异世界提尔拉。来到这里当然不是旅游的啦，是命运的召唤。玩家需要搭配出合适的服饰来帮助这个世界的人。游戏在模式上更接近于传统的日系恋爱 ADG 风格，画面也是充满了日系少女风，柔和的色彩搭配上小清新的画风，也是在极力给玩家营造一种温暖治愈向的氛围。通过不断增加和优化服饰搭配，从而使你的装扮得到更高的分数。当然可选内容十分丰富，发型、裙装、鞋袜、首饰应有尽有，往往一个细节就会决定你是不是能够达到最高的 S 评价。在特色玩法上，夏木的美丽日记与同系列的暖暖环游世界相比，前者的玩法要更加丰富一些，除了服饰的搭配和内容化妆外，还加入了恋爱互动元素，玩家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提升与各位王子之间的好感度，当好感度达到一定数值时，即可解锁专属的自己原画和角色剧情，通过这些来了解他们那些不为人知的过往。另外在游戏大厅中还有烧烤大赛和纽扣工厂两个小游戏，更加偏向于休闲模式，任务模式之余用来调节一下心情也是不错的哟。总体来说，这是一款乙女向的手游，将恋爱养成与化妆元素集于一身，尤其是对于喜欢日系轻小说的玩家来说，本作更是值得一玩。好啦，本期一百秒聊游戏就到这里，我是奈奈酱，我们下期再见哟。